这是妈妈，这是孩子。那我们看哦，我们先对这确定他是孩子嘛，所以我们对一对，妈妈跟孩子这个重叠，这个重叠，这个重叠，然后这个重叠。好的，你首先看孩子，孩子出现的片段中，妈妈有些没有，代表这个片段是爸爸给的。所以找不找爸爸？找有这些片段的。好，谁呢？你看这个乙是不是对过来？这个对过来，在这里。然后这个对过来，这里。这个对过来，这里。哦，你看，乙是完全符合，就是孩子中部分是妈妈给，部分是爸爸给，妈妈给他的消掉，剩下的全部都是他爸爸给的。所以乙呢，可以解释他剩下的所有片段，所以乙就是答案，乙就是爸爸。好，那我当把乙确定是爸爸写个父了之后，现在呢，母亲在这，父亲在这里。剩下的甲乙丙还有谁可能是这两个的小孩，你就可以推咯。这个是给他的，这个是妈妈给的，这个是妈妈给的，这个是爸爸给的。哦，你会发现这一个丙哦，他的片段都可以由乙跟妈妈解释，这个是妈妈给的，这个是爸爸给的，有发现？所以丙是他的另外一个小孩，也就是说爸爸跟妈妈分别给丙一部分，而丙的全部都可以来自于爸爸或妈妈，都可以解释。好，你会了，好棒。所以36题是这样判断的。